吃鸡看三生，决定应试生。嗨，你好，我是三生，今天带来了一位新朋友，之前也曾在视频中出现过，现在正式的向大家介绍一下，杀生丸阿丸，我丸哥。这个名字曾经横扫海岛，成为特种兵的噩梦。和平精英杀生丸是公认的暗夜之王，万恶之源。至于我跟阿丸是怎么认识的嘛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，今天没工夫讲了。敌人已经开战，我要出去维和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刚才瞧见人追了他半天，结果人跟丢了，还是高处视野好点。不用好奇，这火是我放的。我就说呢，怎么有人打药？哼哼，双响炮，一打二状态不佳，居然掉血了。上来找找药包，要是能……哎，有人！嘿嘿，小宝贝儿，我来了。二号，危险，退后退后。OK。这年头盒子都会蹦打了，既然被我打到，那也是有缘人。元旦出去找大师，我占了一卦。大师看完我的视频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看你结缘无数，只是略中杀戮。慢着慢着，一会儿接着说。这么快被人救了？哦吼，嘿呀，这身衣服矮了矮了，哼哼，穿上试试。换装完成，哦呦，差点把你给忘了。OK， 搞定。有人开摩托车，追他追他。哼哼，不好意思哈。咱们接着说大师占卜的情况啊。有人有人。前方有危险。景晨现在还有欢迎意识了？哎，他跑哪儿去了？一个蓝衣黄裤的小伙儿，刚才明明站在这里。干倒我丸哥，你完了你完了，出来出来，决一死战。看来你们队还指望不上了。哟，哎呀，妈呀，被他队友打倒，现在还要和他趴在一起。我要一个人躲在角落。你走开，离我远点。你就趴那儿吧，比较显眼。干得漂亮。二号快来，我在这儿。这儿啊。阿丸呢？来都躲在这儿。哎呀，刚才差点就翻车了。这伙人实在狡猾。那个蓝衣服看起来憨憨的，没想到居然是个狠人。又来个这样的，偏又是个诱饵。哎呀，你们俩这枪法。我来。行，婉婉干得不错。260落了一处空头，我上天台来瞅瞅。嘿呦我去，兄弟够阴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等这么久。哎，就问你爽不爽。你瞧瞧，火都没来得及丢出去，都变成盒子了，自己还不满意。哎，狠人果然都不一样。阴人一时爽，阴丸火葬场，活生生的完美暗恋，牺牲自我教育观众，实在是令人敬佩。我就说这怎么有车。嘿呀，原来是个旅行团。已经彻底被我干掉了。打枪，挑战我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下面有辆车，打狙的声音却那么远，敌人应该在高架上了。这里瞧不见，让我进屋去看。
果然有，看脚步是两个人。啊！OK， 击毙两人，高架上应该就是他们的队友。哼哼，来较量较量。这太低了，枪提不上来，上二楼去搞。OK， 一打就跑，这样他就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上天台来更进一步。杀死过两个了，我去，这是群殴啊！好的，我记记了。万哥，吃鸡的重担就交给你了，我会一直陪着你当你的眼睛。哎，这对人确实比较难搞，不但位置好，而且人多势众，阿丸一个人不知道能不能应付得来。哎，啊，你咋了？陷入自闭吗？嗨，就这样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接着打呗，掐不掐鸡的无所谓。你可是我三生的朋友，我们要坚持，要勇敢，遇到困难要勇往直前。你不要紧张，我跟你聊天，缓解缓解压力。这个上回说到，大师微微一笑，说我杀人太多，容易遭到。